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看到吗？哇，你看那个水波，哇，跳起来了！你看那个鱼跃吗？哇，哇，我的天哪！哇哦！听到吗？这个线，我的天哪，还在扯，他一直在拉这个线。看到吗？哇！那个水面上起了一个大波，这次不会断钩吧？已经升级了是吧？这只钩是最好的吧？感觉拉不回来，那我们会很失望哦。你一定要拉回来哦，让我们看一看哦。有这样的地方吗？听说那边可以钓到怪兽级别的鱼，所以我马上出发去看看。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到怡保大概是200多公里的路程，坐铁路电动车是最快又轻松的方式。铁路电动车 ETS 是目前由马来西亚铁路局 KTMB 运营最快的洲际列车服务。这条火车路线很受欢迎，假日旅行都要早几天订票。它以吉隆坡、怡保、槟城一直到泰国边界城市 Padang Besar 重要地点相连，乘客可以坐在车厢里面或者走动，买杯咖啡、奶茶，舒适的旅行。还有3种不同等级和班次 ，Silver、Gold 和 Platinum， 提供的旅行时间不同。我觉得没有差很多，5分钟左右吧。主要是中途有些站的 Platinum 等级是不停站的。我去的城市怡保是个大站，全部等级都会停站，而 Silver 等级将在轨道沿线的每个车站停靠。啊，每一家的房子都很大。那我现在带大家看这个房子那个灵魂，那为什么是灵魂呢？我们走去看吧。从大门进来之后，一转弯，前面那个很亮的地方，就往这个亮的这个光线的地方走过去了。看到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了吗？好漂亮啊！这个后院有一个大泳池，这个是一个后院了。后院呢，就面对着这一个湖景，非常漂亮的一个湖景。那房东呢，在这里铺了一片草地，然后呢，这里呢放了一个长椅，然后它后院呢，这有个露台，那露台上面就是主人房了，就是我说这整间房子的灵魂，就在那个露台上面。那走吧，我们现在去看一下。好亮，好刺眼。这是什么呀？太漂亮了吧！太美了。一个大湖，然后这里的生态环境非常好。好，下面呢有非常多可以玩的地方，有什么东西玩呢？走，我们现在直接下去玩。喂 ，Dr. Fish。喂，你好 ，Dr. Fish。哎，鱼博士。Hello。现在跟我在一起在划船的这个就是度假房的屋主房东Dr. Fish。你当初是怎么样？你是怎么样找到这个地方的？这个地方其实呢，之前我刚来到怡保的时候呢，我就有经过这个地方，然后发现这个湖非常非常漂亮。那时候是在中午的时候，哇，那时候太阳直射，哇，非常强的太阳光，这个水呢，完全呢蓝色的，好像海这样子。我就马上来看了，当天下午来看的时候，直接不用考虑，定金发下去。你是当天就
决定？不是当天，是当场，是当场就决定你就要了。像像这样子有一个这么漂亮的这个景观，还是毕竟还是少，是吧？对，还是完全没有，是吧？我可以这样子说吧，我全世界跑遍了不知道多少个地方，我估计呢，除了那些被私营化的那些酒店啊，或者是一些 resort 之外呢，有这样子的场景之外呢，如果你说平民啊、住宅屋呢、啊，估计我也是这个是唯一一个地方有这样子的环境。买了这个房子之后，后面有这样大的游泳池，那还不好吗？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。我是做一个工作教育者，然后需要有时准备很多资料，我也在做 research， 然后。确实啊，我有需要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，然后来去写我的东西。余博士，嗯，你生活上是做什么的呀？我做什么专业？主要呢是在教这个，内循环、室内养殖科技的课程的，就是他们简称 RAS 啊 ，Recirculating Aquaculture System。我现在目前还是一个是在做这水产方面的研究生。但是呢，我是在专门是给这个大众里面，他们想要投入这个水产养殖业，或者是要想也学习这种技术，这一门技术的人，专门来去掌握了之后，可以在短期的时间里面呢，学到这个技术，然后去进行实现。那余博士呢，他本身也是 YouTube 的一个博主啊，他有自己的频道，那我会把那个连接呢就放在这个上面这里啊，那大家有兴趣对渔产室内水产养殖业有兴趣，水产养殖业想了解更加多想了解水产养殖业的，都可以去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去了解一下，那有机会的话在我 channel 我也会分享。余博士记得在上面这里哈OK， 最后再次感谢一下那个余博士今天带我来游览这个湖边，然后看这个生态，然后坐他的小船，我们是在这个岸上这里这样子，后面这个很漂亮，非常漂亮的一个房子，看到没有？他的房子就在后面这，看到吗？后面这很漂亮。好漂亮条鱼啊！哇，这是什么鱼啊，师傅？皇帝鱼。皇帝鱼，来拍个照。Peacock fish。Peacock fish。Peacock fish。好漂亮。